煙味最容易吸附喺布質上面，既然我喺樓上嘅衫都分到強烈嘅煙味，咁喺 Louis 屋企靠近窗口位置嘅布質物品，好大可能都會吸到相同嘅煙味。喂，King Sir， 頭先高 Sir call 我喺 Louis 屋企嘅窗簾布上面，驗到有蘇格蘭威士忌同煙嘅成分。Louis、 Queen 同二拎都唔食煙，啲煙味好大可能係同 Louis 爭執嘅痕跡。我唔係好聞得蘇格蘭威士忌嗰陣煙燻味。 呢個人好可能同 Louis 嘅死有關。唔好意思啊 ，Queen， 同銀行嗰邊傾耐咗。唔緊要，頭先我入屋嗰陣咧，好似聞到 Scotch 嘅煙燻味。我聽講有啲人咧聞到會敏感，但我好中意嘅。你都有飲開㗎？我以前好中意飲嘅，但係掛正牌做咗醫生之後唔想醉，所以冇飲。我有啲朋友咧會將威士忌整落煙絲度，話就算飲唔到都可以吸到陣味。我都有將威士忌混入煙絲度，再自己捲煙。 一點着咩酒精都冇晒，又唔怕醉，但係就可以享受到威士忌嘅香味，幾好㗎。阿 Queen 啊，唔該曬你攞返份計劃俾我，我會慢慢睇㗎。喂 Queen， 行得啦。頭先嚟嗰陣時咧，差啲去咗二十一樓 A， 其實呢度係二座11樓 A 先真。係咧，一場嚟到唔知有冇機會試下你嘅蘇格蘭威士忌捲煙啦。你食煙嘅咩？ 間中都有食㗎，不過未試過用威士忌捲煙咯。聽 Louis 講咧，你一直都希望開一間有規模嘅醫學美容院，呢個計劃你會繼續㗎呵？睇情況啦。唔該。哇！突然之間喉嚨覺得好渴啊！我斟杯水俾你。唔使啦，我諗我睇醫生穩陣啲。我先走。 唔使做得咁急喎，你攞一支煙就夠啦，需唔需要攞埋支威士忌？Louis 何立维屋企嘅窗帘布上边验唔到有你食开嘅威士忌卷烟成分，亦都喺你屋企搜到一批琥珀蛋羹。我哋亦都查到你因为投资失利，争落唔少街数。你亦都用你嗰间未开张嘅医学美容院名义向银行借钱，而何立维亦都投资过1000万港元去你嗰间医学美容院。系咪有人发现你财政混乱，想拎翻啲钱，于是你就弃杀机？你意图谋杀水为明小姐，净系呢条罪都可以判你终身监禁。 你已經冇得走，我冇得走，都係 Louis 逼我，係我殺Louis嘅。我呢兩日同啲同學做輔導，許榮芝最近變得有啲奇怪。唔知你哋已經可以攤到練水，邊個會死喺人水度㗎？不如你諗下許榮芝近排有冇同人大仇？警察，我走啊！你涉嫌同許榮芝嘅死有關，請你跟我哋翻警署協助調查。好死。